现在由宗维杰示范无实泰拳竞赛套路的第三段动作，21玉女穿梭。22云手。23又高探马。24又分脚。25左分脚。26退步打虎。27右蹬脚。28双峰贯耳。29斜飞式。30右迎面掌。好，下面给大家讲解无实泰拳竞赛套路第三段的十个动作。这段动作可以说是竞赛套路当中的一个高峰，其中左右分脚、打虎式接右蹬脚四个动作是一个组合的高难度腿法动作。在这套路里面还有一个是特别的云手动作，区别于其他的云手方法，也不同于83式的动作。下面我逐个的把动作讲示一遍。从左野马分鬃接玉女穿梭，现在的步伐是羽步，羽步步伐上啊，玉女穿梭开始也要做到羽步的步伐进掌。那么这个进掌动作大家要注意我的手法的啊位置，翻掌眼神看左手的时候，右手松了到膝关节屈臂起，进步捧手后坐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又不同于揽雀尾的那个是反捧手的平的平的，这个就是从原来的高度上往后上右后上走的时候，斜指向上稍微斜坡一点，高度约在头的高度，对头的高度，大家注意这是正确方向的啊，向右后走。再向左转的时候注意左转手心随着外旋左手翻转上向上，这个时候的右掌微微的往上旋托进掌，这个动作又不同于42式的转腰这样的干的动作，一定要区别开。这个问题呢，因为它42式的
运气穿梭动作，是采取了无式的上肢手法，但和竞赛套路的无式泰拳还是不同的，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啊！我再做一遍，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向后上方你起，左转，左下右上托起，右转，左向前推掌，右掌继续向上。好，掌法要注意，还是要做注意做到下弧形。左啊，向左左转，穿梭是啊，右穿梭转，转体扣脚，注意一定要不可回体重，转左扣脚尖，体重还是在啊右边，仰脚尖初步进，左掌弓腿往前去，左右动作啊是相同的，都是要向上，而只是相反方向而已，回收再向前进。大家从前面看是不是个雨步，对，斜方向脚尖，所以一定要注意雨步，这是运气穿梭。下面的云手的不同啊，云手的不同，一屈腿，右掌上挑，左掌下落，向右转，微开右脚尖，形成微有靠的动作意识，下按扣左脚尖，眼看右手，身体微向前插掌开步，脚跟着地，斜向打靠，从下而上的斜向方45度，但是现在眼神可不应该追着指尖，为的是打靠的动作到这里，眼看右前的45度角，手是左前的45度角，转向，眼神领着向左转，按掌，右掌下插，右掌从膝盖里侧下插腿根部，这个脚是45度角，插掌根部还是45度角，两个脚都是45度角方向，中间间隔约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啊。下来，右手右转。和同刚才左边是一样的，向右45度角开右脚尖，眼看左边的45度角，下按扣左脚，眼看右手插掌开步，插掌开步，手右手前伸开了，舒展开了，要大开再靠出去，这样呢就是说向左的第一个云手要走一个从下而上的斜线大弧形，在前面不同于杨氏的就在体前一个半圆形的旋转，对，又不同于83式的向上下落的，而是它是斜，有点斜向奔45度角方向的，步伐是脚跟落开脚尖扣脚尖，那么这个呢吸取了啊上肢动作，这个大的是在无式泰拳来讲吸取了吴公仪先生的动作而放大了一点，所以我说在开始讲了把无式太极拳的几位啊北派代表人物和南派代表人物的动作特点都吸收进来，丰富这套拳，丰富这套竞赛套路。那么下边动作啊，靠到以后按掌，这是第三步转回来，下边的右啊右高探马，现在体重是在左腿啊，重心向后的时候身体右转，左手是一个横向力圆拖到胸前，右手从这里提起，竖向力圆从耳边推出去，是这么一个动作。大家注意看啊，我现在体重是在前边左腿，后坐，左转，提，推，做虚步。这个虚步，我们前面讲过，
两个虚部，一种是啊脚跟着地的，一种是脚尖着地，这是脚尖着地虚部。随着再做啊，前推两个掌是一前一后的推，完成了以后前推向右转摆臂，两个手等于是画了一个圆形。如果是注意看这是不是这样的圆形打在这里，对，前推坐腿转到这里平均，再一前一后推出去完成。雨步步伐右手是在右前方四十五度角悬臂下落翻掌啊，起下起提膝，这东西再做分是绷脚面分起来的，绷脚面分起来的分劈角度一定要注意，架起来是正方向，分劈的不得小于三十度角，约四十五度左右，那就说你开大点可以，因为你的啊基本技术好。这种转过来，那就是左右是一样的，是在左前左边。左分脚以后啊，分脚就省略一点。左分脚以后合掌的时候，车步两掌相合，但是合掌稍慢一点，在车步的时候略微下半掌。两手注意两手的配合和撤步，再退一步的话，退一步再撤一步的话，应该注意到两手的下按的合，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注意，分这屈，这撤步啊，你看到这儿了，再往下按，再往下按，收脚跟，右转后脚尖，起在这个方向上，胸下是在右前四十五度角，两手分开屈腿起，就是注意不要全低肘高形成翻肘，而要沉肘，同时这个拳回来的时候两手分开是要从圈回打回来，圈往回圈拢着，力点在全背力点在前面，是力拳，拳眼朝上的。另外这个掌起来，掌从这按完了以后起的时候，是从这里向上，拳眼朝下。那么这个完整的动作就应该是坐这儿以后下按啊，下按，转成弓腿，弓腿下按，分起，看圈力，踏起，把两手的分体重前移要掌握好，两手的合和腿的合要掌握好。那么转过去的动作，接下来这是在右前四十五度角的方向，截止到现在出现的两个独立提膝的脚法的不同解释一下。前面的已经解释过的是金鸡独立的脚提膝，而是脚尖向外啊，有踩的动作，这不讲了。这个是从外圈腿脚尖向上脚心向里的脚法不同的脚尖，以脚尖说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外，所以这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特点的地方。第二个，那就说刚才讲的这个啊，云手要注意的。下边蹬脚动作啊，蹬脚动作。接下来啊，从他的右打虎到右蹬脚，右打虎撤步以后的合掌。还是要注意脚的方向，刚才是从左前往右后斜方向撤，现在是从右前往左后的斜方向撤，也是要通过按掌转体起来，两手分的动作是一样，而只是方向相反，是在
左前角度45度角，盘下来，左前一个人，第一个右前，第二左前，左前完成以后啊，就是抱到这里完成以后做提膝这个动作，落抱拳往上举，变掌，再做蹬腿。蹬腿动作一定要注意，不得小于30度角，便于落脚的时候就要落到30度角落。对，臣做变弓步，接双峰贯耳动作。双峰贯耳的高度啊，这个颧骨颧的颧眼相对，斜相对扣下，要高于肩，在拳头腕也稍高于肩关节就可以了。所以说弓步。下边的动作啊，要注意，是一个特殊的动作，是吴健全先生的特有动作，就是斜飞式，和83式的斜飞式不同啊。一，这里手法是衔接手法，下叉掌，手往左手往后下叉，重心往前移动，上步立身提顶出步，两个脚应该落在一条线上。现在看看这条线就知道了，前脚左脚落45度，要注意落脚挑，这手往下沉进，再往上开，两个合开开，转的时候要开开后边的脚尖，形成啊向左斜靠的一个大斜线撑开。这就说健全先生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呢，非常舒展的。所以说吴式太极拳里边讲的是紧凑与舒身啊。再翻转，向外翻转，下按，左手下按，右手翻转，手心向上，上步迎面掌，背是下弧，注意右手右掌应该只右肘与膝盖合，那么这个动作是顺步推掌。为什么前边有的是搂膝拗步呢？就是左掌是右膝，如果是左弓步是右推掌，那么这个是个顺步推掌，要注意下边的手一个滚转动作以后形成托掌，右掌指前啊，向左掌是向右啊，叉的动作，指尖叉的动作，眼看正前方，注意不要啊看下边，而要一看下边就成弯腰，注意提顶立身的动作。好，第三段就讲到这里，下面由宗维杰背向领练吴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第三段动作。
现在由宗维杰示范无实泰拳竞赛套路的第四段动作。31十字拍脚，32搂膝左栽锤，33左海底针，34右闪通背，35云手，36高探马左，37回身指当锤，38左下势，39上步七星，40退步跨虎，41左迎面掌，42转身摆镰，43弯弓射虎，44退步搬篮锤，45收势，好。下面讲解无实泰拳竞赛套路的第四段动作。第四段共15个动作，从31到45，其中有5个动作和以前的动作相同而方向相反或动作相反。比如云手动作是前边的是第三段向右左的，这次是向右的，现在坐到那里，我再和大家把它交代清楚。31动啊，开始转身啊，转身十字拍脚，说明是啊，要用右手拍打左脚边，拍脚啊，不同于摆啊，就是说要求右手不要有弧形挥动动作，而是从上而下的拍动，拍打。那么这个动作转过来以后，拍打屈腿提膝，左掌做搂膝，右掌旋臂上提，那么形成搂膝，左手是搂膝，再推进右掌弓步，下按掌的动作变成竞赛套路是平捋掌，调掌左搂膝栽锤向下栽，栽锤与指当锤的不同点，注意栽锤动作搂膝提腕，向下一边向左掌变拳，一边向下右掌前伸下栽，拳面的高度要低于膝关节，不要放在这儿，这还没有要这样的立身就形成这样，而是要向下。那么这样呢，再做就是下边的左海底针了。第一段有右海底针，现在是第二段有右海底针，现在是左海底针，收脚，下叉掌，下叉，调左掌，击右掌上右部，左闪通背，方向，
方向，注意胸向是一致的，而动作相反啊，前边是亮右掌推左掌，这个是亮左掌推右掌，下边接做云手，那就是说向右走，向右啊，向右跨步的云手。方法是同样的，靠脚尖四十五度按掌根部，右左都同时一样的，到最后的动作完成到向右按掌的动作，插掌到这里转右啊，两手还是要做弧形提起，左推掌右虚步，左推掌，这是啊左探马动作。这个动作啊是新动作，下按掌，左入于右脚要踩踏平，要踩平它往下踩进啊，这左手按松力往下按的时候踩平，随着再转，那么这个转的角度是180，如果按正确的方向的啊套路里的方向位置是在这儿，按掌，为了就教大家看看脚的落点，转从正方向正啊，如果套路是正南方向的，是转从正西转到正东了，开步，这个锤就不和刚才的栽锤一样了，指当锤向下落，前指先打下去，拳的高度啊和膝关节是高不过腹，低不过膝，可以告诉我。下边又是重复动作了，但是这个衔接不一样，两掌相合调掌，向上挑立身，做左下式转身，向右旋转两臂，注意两臂动作，但是在臂转到正中这个位置，正中位置的时候是成马步了，再向右转，把右左边的脚蹬开，手两手转到右前的30度到45度之间，随着再旋转右下式，旋转沉肘下式扑下去，扑下去的动作一定要注意下沉，下沉就是立身，不要俯身，立身立起来，立身下式，这样动作。那么这个下式呢，一定要要求髋关节放松下沉，腿弯曲下去，上身立，上体立起来，眼向左转。那么刚才做过，看了，再啊下身立起来，扑下来，穿开脚尖，逐渐的把一边往前走，左手一边上升高度，起，穿提提膝，这脚点上部，这个位置提，提膝，啊提膝起，推推掌和脚落脚跟落地同时完成，啊这样，所以这个动作要注意到起伏下去，起扶下去，起穿。用右手穿着动作引起身体来，出步啪蹬出去，这儿出去下蹲，要放开，哎，下面接做对付胯虎的动作，也是啊，吴健全先生特有动作。83式是丁步胯虎，这个是提膝独立胯虎，同时这个独立胯虎呢，又出现了第三个独立动作的提膝的脚法的不同，前面有三个啊，前面是两个，一共三个，一个是向外，不管是左脚也好，右脚向好，向同一方向的左脚脚尖向左就是外，右脚尖也都一样，另外一个是向上，这个呢是自然的啊，垂下来向下的，不是翘起来的，向下很自然的提膝向下，对，这是三个不同的脚上不同的应该注意的。所以从这起啊，传出去下按撤步，到两手好像目的是被膝盖，再向右转把脚跟收回来，右手到右膝这儿了啊，扣脚转身搂提，这个左手是搂，这个弧形呢一边向外
一边逐渐的随着姿势的变化而向上。来，到这里，搂，提，看，随着向上，向上，提，推出去，立掌，提。所以这个动作呢，要求提膝、推掌、转体，眼神的往左前方45度看。所谓45度，就是我的胸向是正前，眼神是45度。啊，注意，是个侧立推掌。侧立推掌，解释一下，就是说，掌心是朝向里的，而是不是朝前的。侧立，立点在小指一侧，腕与肩平。左边的勾手勾顶要略高于肩，不要平于肩，略高于肩，微微去一点就可以了。好，下面是左迎面掌，接左迎面掌，右手向左平理，屈左臂，翻转上步推掌。那么这个推掌呢，不同于前者的推掌，前者的腿部画虎是右边的侧立掌，这个掌法是左边的立掌，掌心向前，所以啊不同。同时这个掌法又出现了顺步推掌，是左弓步推左掌，哎，左弓步推左掌，高度到腕与肩平，眼平视前方，右手沉落向左穿。下边动作是转身摆莲，左掌引动向右转，扣左脚45度，逐渐扣大于90度，向右继续旋转按掌。那么这个转动方向180度，从正西转到正东方向，到这里两掌啊，右腕与肩平，左掌按在右臂内侧，注意保持弧形，这个弧度，弧形的度数不要加啊，也不要横撑，指尖斜向上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摆脚啊，这个脚的斜方向靠过来略大于90度，稍微斜一点，另外一个脚是在这个位置转，微有点小的移动，对，这样转扣略有点小的移动，点摆过来。在摆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手摆动，右手继续随着动摆起，在体前的时候形成啪啪两下，先左后右，一定注意这些动作啊！看这摆动啊，一定要注意掉出现一搂而过的两个啊声音，啪啪，屈腿收。那么这个动作必须要有两个，摆腿以后啊，略有控制，要加控制，啪，眼看左前方，下落步下按，按右转提往上提。左手在肩窝前面，右肩窝前面，右手提到右耳侧，耳侧再向左前发拳。那么这个步伐啊，要注意正面是个雨步步伐，应该说要作为正面看姿势。从这里啊，按落下来，提收发，是这个方向，不要拳不要低，而是拳高于肘的位置，左肘要找住右膝发出去啊，做退步劈斑斓锤，是一个劈锤动作，后步劈锤不得小于30度角，你的啊，这是30度角，我刚才做这动作是在45度角上劈到45，再魔掌
魔掌后退，手前伸，步后退。眼看，左掌，这个手的角度不要太往四十超四十五度以里，因为这个落的步伐就好。如果是四十五度以外，就形成横向，步伐大，所以在四十五度以里捋回来，正面，再斑斓锤，这是退步斑斓锤，啊，这个动作是太极拳当中特有的退步，其他的太极拳都是进步斑斓锤，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是从这里撇，是转正，这是归到套路的方向，是捋回来，进锤，展开动作，拳右拳变掌，向前外伸展，就是好像要用手指尖画一个大的弧形，一边向右转，立身转，从正前再转到右前，手引向前方，立身提顶，收脚，两手的高度宽度注意，落手起身松落，把步收回来，全部无师泰拳竞赛套路的四十五个动作全部完成。好，谢谢大家。下面由宗维杰背向领练无师泰拳竞赛套路的第四段动作。下面请宗维杰将无师泰拳竞赛套路的全套动作演练一次。Thank you.
Thank you.